下去，一手掌拳头握拳，靠在压去，蹲下去，蹲下一下，站站高高的蹲下去。张宇豪，你为什么不做？那个戴黑帽子是谁啊？还是那个谁？黄瑞奇，头套拿下来。二，拖回来。来，打拳的时候，拳头朝前。来，侧空肩部啊，都打过来。一，打出去。好，跟着先左手，左手先打出去。高，那个黄瑞奇，马步向蹲了，膝盖下去。张启龙，你也膝盖往后看什么？举起来。李俊伟，你的右手在哪里？腰际过拳。二，收回来，换右手。一，打出去。身体不要弯，身体是正的，不要歪这样子，不对。举起来。二，好，再来。后弓肩部，举手举起来，我先做一，举起来，脚往后放。好，收回来。一，举起来。二，打开。不要掉下去了，不要掉下去，举起来，跟肩膀一样弯，手肘跟肩膀一样高。二，来，换脚。一，换右脚。二，马步健步，前勾后直。好，回来。好，今天下来的东西，我们的医院里面有很多口白，我们在运动会表演那天要把口白念出来。今天不知道的，听到有人讲声音的，有口白的就念出来啊。在前奏部分有很多，总共有八段有口白。在主要动作里面，在喊到什么？侧滑闪避的时候有后、踏，还有什么？四。好的时候、哦、有听到声音的到时候把声音念出来。好了，准备练习，来立正动作，手叉腰。好，听音乐。